我们是合法申请，他们是非法干扰。中华民国106年2月23日14时3分。 宣达了中正第一分局中受公务官所属，定定年，定定年，我要去死啊！我完蛋了！定定年，我要去。有什么好抗议的？很多人领救济金申请半天申请不到，这些人是打小白球的，为什么要来这边？为了高利息哦，不是为了收入哦，基本收入，年轻人都没有基本收入，你年轻人要讨一个饭吃很难，两万出头的。 的辛苦，这个是要利息啊，要领利息。所谓的领那么高的利息，就是有很高的本金。这个本金从哪里来的？本金就是我们辛苦赚钱给他们的。军队为了台湾做了什么事情？现在去中国，跟中国在站在一起，然后在那边阅兵，看那些武器是要来打我们的，是要来打台湾的。这种军人。 还敢站在这边抗议什么？台湾有太多的人需要补助啊，需要补助啊！这个什么八百壮士，八百什么壮士啊，吓死人了！中国大陆的。这边先握手后再。在哪里？这边前面还没有，先去握手。后面有酒驾。就定位在。 刚刚我们刚刚有活动完赶过来，谢谢。加油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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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加油加油
一生的青春岁月当作米虫，当作肥猫。过去那么多年啊，用你们的青春岁月来捍卫我们的家园，让我们这一代的人呢、啊、都能够安居乐业，我们非常的感激啊。这样的付出呢，理当得到政府好好的照顾。国家面临这样的一个困境，这个困境不是你们造成的，是啊，所以这样的一个责任不应该在你们的身上，也不应该丑化为我们付出这么多的三军将士们。政府方面呢、啊，会把这个改革的方案，包括军公教包裹式的，很快就会拿到立法院来。那么在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我了解到过去他跟公教有谈了，但是跟军好像还没有好好的谈，完全还没有。所以我觉得呢，这样的一个黑箱呢，要赶快啊，负责任的政府呢，负责任的在军这一方面呢，跟各位好好的谈一谈。我相信大家不是不爱护这个国家的，但是呢，要好好的谈一谈。那今天大家辛苦了，三副主席不但行动到，他实质的，大家，谢谢副主席。这种心意赞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量。感谢副主席的鼓励与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